好感激嘅一位小姐，佢想同師傅講生日快樂。我哋鼓勵鼓下你哈，鼓勵一下佢啊！天生居士，是在四年前认识他的，四年前是短短四年，四年前认识，人与人之间的缘分不需要多，在那个四年里，我觉得很感恩。短短的四年里，我从天山居士这里学到的是慈悲。在这四年里面，他在天山居士身上学到的是慈悲，这个缘分他觉得很珍贵。一个人的慈悲，他是从内心里发出来的。一个人的慈悲是由心里面发出来的，他不需要人家的鼓励，他不需要人家的掌声，他做的就是为了众生。天生居士做法就是为了众生，他不需要人家的掌声，也都不需要人家的鼓励。我跟居士说，我没有说心灵辅导师，他给我鼓励，他也是我的 mentor， 心灵辅导师。天生师傅是这位女士的心理辅导师，他自己本身都是心理辅导师。但是我觉得居士他在这个社会里贡献了应该有四十多年吧，四十五十年、六十年，一辈子，是六十年。在对我来讲，他是我们的前辈，我要跟你学习。我哋在上呢一位咧，其实本身就自己。